各位同心，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叫做。各位同心，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叫做。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坐坐，谢谢。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也爱困未？未啊，未啊。未歹哦，恁精神未歹吼。我刚想服务一下吼。听讲，咱的暖暖包已经到货啊，哪有欠用啊？啊，较去迄个楼卡买吼。OK， 哦，我住屏东潮州吼，是还有够温暖的。我拜五买来吼，中昼时啊，还佫开冷，迄个冷气，吼，你看偌温暖。啊，来我遮11-12度。哦，我暖暖包，我就开两包呢，我就不客气了呢，就给他开两包呢哈。好，那么大家身体还够好，没有关掉哈。好，不用有口罩也可以保暖哈，因为你呼出来的热气可以保持一些在身体旁边哈。没有关掉，没感冒哈。OK， 好，啊，我今天要来讲台湾猪问题探讨哈。台湾真的问题很多，台声呢调一下吧。OK， 好，咱来看讲美国哦，美国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些条约还有法律。好，最早哈就是有一个南夹之盟，就在1867年，就是美国籍的商船叫做罗发号哈，它在台东外海搁浅。那个船员上岸后，被我们台湾族那个台湾族有分南台湾哈，这个是南台湾族杀害哈，所以美国就向那个大清帝国抗议。大清的政府说，访辽以南哈，这是我本来翻现在的这个哈，不在版图，就是那不是我管的意思哈。他说这个是生番之地来卸责，哦，那不是我管的，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美国就派那是领事叫李礼让，与南台湾的18社的头目周基祖来签约哈。里面基本上就是说，南台湾族地区不是大清帝国的领地啊，签了一个南夹之盟，这是美国跟南台湾的原住民所签订的一个等于是国际条约。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清他真的在山区都不是他管辖之地哈，所以才会在山下都会设人质官。所以从这里可以了解马关条约，他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时候，就把不是他所管辖的地区也全部割让给日本。好，再来看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就比较多的国家签署了哈，有51个国家啊，在旧金山，美国旧金山开会，然后签署至48国啊。那么不是签署就生效了哈，他是要还要把这些文件送回每一个各个国家的国会，让他通过啊，然后把正本就寄回美国。由美国保存，他们档案局保存。那么1979年的1月1号，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以后，他就设了一个台湾关系法，所以这两个是比较正式的国际啊，这个一个是国际条约，一个是美国的国内法的法律。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将我们台湾的地位的问题化啊，巧妙的模糊化，其实就是美国他所有的作为所有的措施，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国的利益啊，利己还有利他国，这样他一定会做，或者利己不利他国他也做，他绝对不会做利他国啊，损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哈，
这基本上是合乎人性啊。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强大？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啊。你要玩文字游戏，他不会玩输中国啊。所以当初跟中国在签那个建交公报，美国就玩了一些文字游戏啊，还有上海公报这一类。这个我们新台湾路里面有很详细的解说啊，在美国的对台政策，就是一个中国政策，还有三个公报，然后再加一个台湾关系法。但是很奇怪，他就是不讲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它是保护到我们本土台湾人，然后台湾关系法它是保护到只要你住在台湾上面这块土地上面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它统统保护，就是包括保护到它的盟国逃难到台湾的中国人。那么它会让中国来到台湾，也是要利用蒋介石啊，因为1950年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就开始发展围堵政策，围堵中国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的这些国家往外扩张的这个围堵政策啊。所以你看，美国会支持南越去跟北越打仗，然后支持蒋介石啊，卖武器，提供武器给蒋介石，来让中国没有办法来把台湾赤化啊，这都是。还有美国为了自己，他不要与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好，他基本上他不要为了台湾来跟中国摊牌。所以为什么美国会支持马英九？因为马英九基本上是把中国当作他的老大哥，不跟他正面冲突。但是美国有握有马英九的把柄，随时可以把他撤换掉。只要他如果他踩到美国的红线啊，或者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可以马上出手。那么他把我们台湾当作一个棋盘上的棋子，有需要跟中国合作的时候啊，他就修理台湾给中国看。然后如果中国在各其他的事项上不配合美国的话，他就又开始，美国的国务院又开始讲说准备卖什么武器给台湾啊，他就只有再用一些巧妙模糊或者是一个平衡的啊这个政策啊，就是经常一下子翘这边，一下翘那边啊，他就是在玩两手策略，有时候拿棒子出来，有时候就拿胡萝卜出来啊。还有美国在等待我们本土台湾人觉醒要超过75%啊。你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不是51%？哎，只要选票超过51%啊，如果选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的总统，只要多一票就赢了嘛。哦，为什么要75%？其实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国民党政权，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是世界上政党里面最富有的一个政党，啊，它把当时接收日产啊，日本留下来的这些资产，还有从日本的一些株式会社留下来的一些资产，都被它侵占，变成它的党产。然后他利用这些党产来引诱一些没有骨气的台湾人来支撑他，还有去收买，还有等于说放任八大行业，只要你听我国民党的话，在选举的时候你替我拉票，替我雇票，做我的庄脚，只要我选战选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只要不要违法太过分，或者没有被人家检举、被掀开这些黑幕，
啊，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去赚你的钱，但是只要每到选举的时候，你要把我需要的票开出来。国民党最大的目的，他只要赢到选举，拿到政权，啊，这是他最大的目标。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好像绿营的声势都很好，民调应该都赢，为什么投票投出来会输掉？就是在紧要关头投票前的一个礼拜呢，就已经大量在买票，哦，在买票之前，你所有的民调都赢，但是最后的关键那一个礼拜，国民党他会看说民调我现在是输多少，我应该要花多少的银子下去才可以把它赢回来，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做的民调没有效，会是因为他的银票撒下去的时候，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很多没有骨气的就被收买，啊，好比说有的本来家里有私票的，本来说三票要投绿营的，一票要投国民党，被买了以后，有可能是只剩下一票留给，啊，比如说绿营的民进党，其他两票被买，啊，所以台湾会为什么我常讲，占了85%的台湾人会选出流亡在台湾的这些难民，只有不到15%，啊，所以我们要多这25%。就是要让他买票，即使你买了20%过去，哈，买了10%过去，我至少还赢你5%，啊，这个5%至少要赢5%才保险，因为搞不好他还要坐票，最早以前常听说开票就停电了嘛，那整个那个票柜通通换掉，啊，都常有，因为我也去做过监票员。好，为什么1895年日本驶进台湾的时候，受到原住民强烈的反抗啊？这就是我们常看到这个大清帝国治理台湾，它只有治理西半部这，然后这个中央山脉啊，这个以东，通通是高沙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啊。好，那美国为什么会强势？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实施的三权分立，啊，它的司法、行政，啊，还有立法单位，他们真的是有各自的权限，又互相有那个牵制啊，哈，你看，我们说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来学习啊。这两个，这其中这个是大法官。美国的大法官，还有这个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人员啊 ，OK， 他们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啊，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他们的军队的事务啊，你看，我好像没听过美国立国以来有政变过啊，这就是他们的武德的训练，他们的西点军校。所教导出来的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啊，他们不会去忠于政党啊。好，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他们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来鼓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端啊，互相制衡啊，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啊，这是他们司法公正。不会像现在的在中国式的司法体系，有权力的人经常把手伸到司法体系里面去掌控司法啊。我们看那个黄世明这个啊，这个官收案这些事件啊，他就是没有保持司法中立、司法的公正啊。好，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应该昨天有讲过，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啊，再讲一下，因为有些人昨天还没有来哈。哎，这个好像我电脑中毒，有四项跑不见了哈。好，谢长廷，
宪法一中，好，没关系。谢长廷真的哈，他是真的是智多星，然后他的政治生涯哈起起落落。他选台北市的市长嘛，不是市议员，他是最高票当选。然后连任的时候，他想说他的气势那么好，他为了母鸡带小鸡，好，然后要希望把票分配，他不要赢一大堆没有用嘛。好，那时候是台北市是一个大区域，啊，比如要选七个，你最高票本来你的票如果分一半给别人，你的党有党哈，或者你的党友会连任，整个都集中到你，最后那个会最高票落选，所以他连任的选连任的时候，他说好就有分一些票给我其他的党友，结果他变成他最高票落选啊。好，然后你看他跟陈水扁在争取民进党提名要选台北市长，结果他又不还没有选市长之前哈，他是也是立法委员最高票当选，然后连任的时候又最高票落选，然后争取市长又输了那个陈水扁，所以一直都有长扁之争哈。好，那他提倡宪法一中，其实他是蒋经国安排在民进党里面的，他是有拿到那个调查局的一些补助经费，啊，所以你会觉得他为什么好像在关键时刻那个步调跟民进党不一样，啊，而且他还跟蒋孝武、蒋孝文他们都很好，啊，经常在官邸出入 ，OK， 所以他用宪法一中想要把台湾捆起来。这你就奇怪，民进党怎么会有这种宪法一中这个中国式的思想啊？那么我们来看李登辉，他的讲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还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是从别的地方逃难流亡到台湾，然后到陈水扁，他那时候2000年，就是在1999年提名他。竞选200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然后为了要那个争取偏中间偏蓝的那些选票，所以他利用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修改国民那个民进党的党纲，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我昨天讲过，是等于是本来台湾早就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就跟中国已经切断所有的关系坎坷奈了，结果李登辉总统他所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还可以看到那个中华民国流亡的那个味道哈。那陈水扁他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等于说把台湾划等号，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连卖都没卖，等于直接用送的，啊，所以出卖台湾大部分都是自己台湾人，啊，好，等到蔡英文他就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这他们这些。等于说民进党的头人啊，从陈水扁、谢长廷、蔡英文这样讲下来，台湾人的逻辑整，对台湾的主体意识的逻辑整个错乱掉，好，所以变成为什么投票大家好像现在投国民党跟投民党没什么差别，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已经进化成他去变成。类似那个共产党去了，然后国民党这个位置，民进党去补位，所以现在的民进党很像以前的国民党。然后民进党这个位置，台联来补位。以前民进党在黄信介当党主席的时候，很会那个鼓舞台湾的士气，很会
制造议题、创造议题、领导议题，所以报纸报的大部分都是民进党所提出来的啊、哦，像我们刚刚上面那个讲师讲的啊、哦，有一些提案，有一些创造思考的议题，通通是党外还有民进党的这些人士所提出来，等于说那时候台湾的走向在冲破言论管制啊、哦、政党管制的时候，都是民进党他们在主导这些议题。还有陈水扁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也是啊、哦，可是他们的脑子里面讲是讲台独，李登辉讲说统一可以讲，不可以做；独立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讲。那你看现在台湾，谢长廷、蔡英文还有陈水扁，到后期，现在你有听到民进党有带领我们台湾要往哪里走，有带领议题的走向吗？好像都跟着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在忙着团团转，好像对台湾要走去哪里没有一个主体的目标目的，所以很可惜哈。现在苏贞昌很多民进党最近的作为，好像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他反而不做，不应该做的、哦、好像做得很彻底啊、哦、这也就是说民进党被新潮流派系把持，那么新潮流这些系统的人，就是老早蒋经国就已经派到民进党里面卧底的这些早期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然后他们在那边卧底卧久了，慢慢升到内部的核心，在中常委、中评委里面很多，啊，他们在关键时刻就扯民进党的后腿。还有美国的一中政策，我们台湾人哈本土党晋升级的说，那我们中华民国呢？有没有？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错乱掉了？民进党，我们很多台湾人不是都要推翻国民党吗？推翻中华民国，要把中华民国赶到金门马祖吗？可是为什么美国在讲一中政策的时候，他们会跑出来捍卫中华民国，说那我们中华民国呢？因为全世界啊、哦，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大部分的国家啊、哦，大的国家完全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中国，所以中华民国只能用钱去买一些小国家啊、哦，很多都不到10000的人口也是一个国家。可是他在联合国，他的投票也是一票。所以以前有一个南太平洋一个小国来台湾，他们的总统来台湾访问，那时候陈水扁的幕僚，外交部特别安排到中和的秀兰国小去访问。那个秀兰国小光小同学哈。就10000多人，比他们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哦，哎，我那做讽刺的哈。好，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对的，因为美国也已经在1979年的1月1号跟中华民国断交，已经不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只能称它叫做目前在台湾的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啊。所以我们不要给搞。哦、那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对的，刚刚、哦、我讲它是靠第一个用一中政策，然后三个公报，还有台湾这个政策在、哦、在走 OK。 好，我们有严重的汉语化的台语、哦、要消灭一个国家要先消灭它的语言、哦、还有它的文化。现在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台语哈，这个台语就包括客家，还有各原住民的语言哈，他们都已经把台语讲得没练凳哈，甚至嘛不要讲，有真济起码拢不要听，
我昨天有讲过，日本来台湾只有两代半，就把我们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叫的都会讲日语啊，尤其很多那个高沙的他们的日语讲的下下流啊。OK， 那么中华民国来台湾，他实施北京话了啊，就是他们所谓的国语，推行国语的政策，他是用非常强制的方式啊。所以你尤其你现在你报纸也是汉语，然后电视上面的卡通也翻译啊，或者是就是配音都是配北京话，所以现在的台湾人包括客家人他的子弟很早就受到语言的伤害啊，很多人早就不会讲客家语啊，因为有些客家有些因为福老系的哈，就是讲闽南话的比较多，所以他们为了在职业上，他经常要去学闽南话、学福老话，结果他们本身有可能会产生自卑。很多人讲那个何乐为公噶，你听不出他是客家人啊，结果连他的小孩子也已经不讲客家话，所以客家话现在已经住进那个加护病房了啊。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一代，差不多带两代，那小孩子长大以后，他都可能都用北京话在教他的下一代，所以以后客家语非常危险啊。好，那我们来说，像台语啊，何乐为福老话，这个字要怎么翻译？赞美要怎么翻成台语？好，别拜，安尼。要算袂歹，我顶个捌问，有甲我讲赞美，我甲你赞美，哦，迄就是北京台语啦，吼，好，好，啊，我伫广播电台有听讲安怎，讲食起来甜甜，脆脆，我对，你我多少听到脆脆呢？爱切一下对呢，吼，哦，所以真正有走开始咧走尖啊，对无？啊，拄啊，若讲脆脆，差不多拢较少年嘞。啊，若年纪哦较大个，拢讲会讲切切。这是伫广播电台咧广告，我听着，我还要收啊。这专业人员的广播人员的广告，他会讲安尼。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讲，过来另外一句，讲清凉解热，对啊。但是广播电台。广告代工清凉解热啦，我刚才会多咧，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你即马少年咧配音吼，广播，你看因都走进，为只走进去啊，好，过来咱来讲台语变音的地啦，香港的香很香。嗯，对，这恁讲了有道理啦哈。但是北京去讲的拢三港音的，香港的香很香，都香香香的。啊，咱台语就变香港的香真香，香香香哦，无港音。好，来继续。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台语来讲，我要去香港买芳香两妙。啊，反正北京意思，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我讲烧烧软软的。好，OK。哦，台语做趣味哈，台语一定用加强语气哈，哦，来把这个物件形容个较大。哦啊，较颜色个愈深安尼，像乌。哦哦哦哦哦的比哦卡哦啊那哦哦哦哦的哦卡空好哎哦他对啊对哎啊那譬如讲开啊开啊更开结束了呢开开个卡开啊那开开开的中开啊啊有无啊
啊，胖胖胖哈，用三字加连字会的，哎，这语义该注意哈。我脏话讲啊，啊那看不音就卡细只卡细汉，好不？卡大车哈，啊那车就卡大只哦，哈 ，OK， 好，这个暂时个跳过哈，第一做水的哈 ，OK， 但是佫有一个你爱想讲哈。以往，咱大部分85%是拢是原住民哈，平埔族还是高沙族。其实咱即卖咧讲，吼，我即卖现咧讲，这嘛唔是咱祖先的话，这嘛是外来。但是因为清朝，甲咱管212年，所以从这差不多十一代哈，就对咱的祖先的语言一直流失哈。OK， 啊，我咧头拄咱敢那袂去讲咧。高雄港这个高雄这个名，就是依阮我们祖先的名字来取的哈。当初塔靠就是竹子很多的地方，然后塔靠这个闽南话哈，就是福佬话，就是搭高，它直接音译就是搭高，那时候高雄就叫做搭高港哈。然后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塔靠就是刚好。他们日本有一个发音就是高雄，他们发音就是叫 Takao， 所以他就把那个高雄就直接放在现在高雄市这个地名哈，高雄川爱河以前叫做高雄川哈，高雄的地名就是因为我们祖先的话语而音译而成的。OK， 好，那我们来看美国军机经常来自去自来台湾了哈，好以。818的莫拉克风灾哈，你看，美国的 C-13 栋运输机啊，从日本的琉球基地回到台南的机场，机上载满120卷军用特制防水布，提供台湾灾区，就是小林村那边啊，纳马夏三民区啊，还有老龙六龟那边。这个美国的 C-13 栋，它是直接就飞到台南的那个。航空基地，那么他要来，事先那时候马英九就宣布，不要其他国家的人家来援助来救灾，他说他通令各驻外使馆，就是拒绝人家来救灾，他说只要你们捐款来就好了。哦，你看这个人多爱钱。然后他其实他的用意是他要让解放军进来，可是老美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情报系统知道，他马上电令跟马英九这边他们的体系讲，我美国要到台湾去救灾，然后你们的救难单位跟我美国的救难单位是哪一个要接洽？是我美国的国防部，哎，很奇怪哦。一般美国对外国去救灾，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啊，这次怎么是对口单位是美国的国防部？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在讲的，台湾是美军美国的军事占领地，美军军政府下面，啊，美国防部下面有一个。美军的军政府这种单位哈，他来要管台湾的，所以你看他们的军机要来台湾的机场，他要降落，也可以不用事先跟中华民国的空军的那个单位哈，那战管单位来通知哦，所以他就直接可以飞进来，而且不止这样，在台南的外海也有美国的。海军的2栖登陆舰啊，上面有直升机，叫做超级种马。我那个飞机很大，马力很大，可以吊挂怪兽，还有铲装机，好吗？也是直接吊到那个小林村那边去。好，好，那我们来看2011年的10月29号，美国的空中加油机降落松山的空军基地。这个很大一只哦，哦，你看，肥肥，
然后他说要来做什么？他说美国在台协会有一个官员，他们家属的小孩子，小婴儿生病，要用这一台再去，要再去日本就医。那、你相信这个新闻吗？他们发布的新闻是这样。其实这有内幕哈、其实他是利用这架飞机，他要来测试目前的松山这个军用机场它的跑道的承载能力，还有我用这么大台这么重的飞机，一般飞机要起降啊、通通要逆风啊、你要起飞要逆风，它才可以比较短的距离就可以起飞，然后要降落一样也是要逆风，它就可以刹车的距离会比较短。可是它要降落，它是顺风降落，起飞也是顺风起飞，它就是要测试在最困难的状况下，最不好的状况下，我大概要有多少的距离才可以起飞，多少的距离才可以刹车刹得住，它是要来测这些这个技术资料参数啊，所以才会派这么大一支，然后跟你讲说我是要来载一个小 baby。你说我们要送小孩子去医院看病，我们去会去请一部游览车吗？不可能嘛！啊、好，所以这是他基本就是说我测试好了，参数抓好了以后，等以后真的台湾发生战争，我美军最重的装备要用最快速的速度用飞机。好像刚刚看那个 C-13 洞的运输机要再进来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什么状况下还可以降落，要可以载多少的重量我还可以降落，而且跑道不会坏掉哈。好，然后去年5月20号下午，美国的代表团乘军机来祝贺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就职典礼啊，蛮久就职的典礼，他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他不是什么总统、而且很奇怪哦，那天早上10点就职典礼，他们下午才来，对吧？代表什么意思？你马英九是我的岁寒呢，哈、你看有没有人那个中午请那个喜宴哈，请客，然后。客人是晚上才来的，下午才来的啊，都已经过了啊，过了那个喜宴的时间。其实这就代表说，美国他是一个老大哥，你马英九哈，如果做不好，我老美会给你脸色看啊。啊，这是他们做的那个军用的行政专机哈。那我们来看陈水扁，他任美国台湾治理当局局长，他做了8年，经常接获美方指示行事，他其实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啊。就好比说我讲过，就像美国的麦当劳总公司，他派一个总经理来管台湾分公司啊，麦当劳的分公司，然后以前是用派的，好，现在开放让麦当劳台湾的员工来票选，好看选出陈水扁啊，或者选出马英九这样子。那么他为什么都要听美国指示来行事啊？来，我们来看2006年6月26号，美国 AIT 前处长杨淑丽曾在总统府训示阿扁3点，我用训示啊。我们来看他哪3点。第一个，他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好，第二，台湾人不可以公投。第三，台湾地位未定。就是他们发现陈水扁对台湾的法理地位搞不清楚，可能会走偏锋，可能会去宣布台湾独立。好，所以马上派人去跟他提醒。他说
你不要以为什么事都要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啊，说我们要从你那边独立出来，我们不要跟你统一。其实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根本不要去理他。哈，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哦，不要随着他们讲的，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然后你一直想说我要独立，我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独立出来，大错特错。哈，他根本没有台湾的主权。啊，好，那台湾人不可以公投，因为阿扁一直要办各式各样的公投。好，那我就讲说，台湾人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搞不清楚，有一半以上，大概1000万人是已经认同中国，所以你一办公投如果输掉了，美日安保条约就没有办法保护到台湾。哈，还有台湾的地位还未定，其实他就在警告说，台湾这块地法理地位是日属美占。那还没有到最终的解决的办法出来之前，好，你不可以随便片面决定台湾的走向，变更台湾的法理地位。好，他是在警告陈水扁啊，因为陈水扁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压力了啊。你看陈水扁他第一次2000年选到流亡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那时候跟小布希配合得很好。哦，那时候发生911事件啊，美国开始在全球掀起反恐的战争，他需要全国、全世界各盟国来配合美国反恐，啊，来一起来反那伊斯兰教的这些恐怖组织。所以刚开始陈水扁跟小布希配合得很好，所以陈水扁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美国就特别礼遇，让他的专机，哈，空军的这些专机，可以直接飞到美国的本土，直接飞到纽约的机场，然后要在住饭店之前，让陈水扁可以在饭店的外面就下车，然后跟我们台侨握手，哈，这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哈，因为以前的中华民国选的总统蒋经国去，他还没有当总统，是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就去美国访问就被枪击了嘛，被那个台南的王新南啊，不是我们这个政治台他们去枪击他，所以从那以后，包括李登辉总统，他们就很少在饭店外面出现，哈，车子都直接开到那个门口就直接进去了。那一次他特别开放，让陈水扁可以在饭店外面跟台侨握手，那是因为关系打得不错。可是等他连任以后，陈水扁没有选举的压力，他准备走台独路线的时候，美国就出面制止，然后他那时候做了一些很多的宣告，都是踩到美国红线。所以第二次他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美国就不让他的飞机专机飞到他的本土，就安排他你飞到阿拉斯加安克拉兹那边去，也要你赶快比比耍，好，让你在那边加油而已，也不能下飞机。好，然后去中南美洲访问以后，就也不能进入那个美国本土嘛，哈，要回来的时候也不让他回经过美国的那个本土，所以阿扁也生气，他就开始计划，然后他就飞到利比亚，有没有，那就被媒体修理说他是迷航之旅，那就是因为跟美国关系处得不好，踩到美国的红线的关系，哈。 OK， 好，那么我们再回来看1952年的中日台北合约，有把台澎交给谁吗？他那个马英九最近经常用台湾跟澎湖已经依照开罗宣言还有台北合约已经把台湾的主权交给中华民国，我翻遍整个这个文件都没有这个文字，好，他只有第四条说
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已经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中国人，以及前属就住在台湾的跟澎湖的住民，视同为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国籍的暂时性的处置，视同只是就是不是的意思，所以并没有这样嘛。而且1952年之前的1949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要怎么交接，怎么点交，刚好土地还是出过户给西人的，过户的过刚好这个呢，没有嘛，所以你当初中华民国就是没有办法撑到这个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生效，而且之前的国共内战已经中国国民党败相已露，所以那时候要代表哪谁来代表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府可以代表中国来出面签那个旧金山合约，国际上争论很大，所以最后也决议说这两个政府都不邀请。另外一个讲法是说，有太多可能会造成那个争议，会造成联合国会分裂啊，所以最后就是这两个国家都不邀请啊。虽然那时候美国还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整个中国大陆的江山都已经被毛泽东占领了啊，所以后来就没有邀请这两个国家。好，我们来看1945年10月25号，公会堂，就是现在所谓的中山堂的牌楼啊，他用台湾光复来欺骗我们啊，还有用中国战区台湾，其实台湾是美军太平洋战区啊。那台湾那时候只是一个投降典礼，在这边办一个投降典礼，并不是叫做台湾光复。这我们台湾人的悲哀就是所有的媒体的解释权都被掩盖了，我们都不是在我们手上，他要怎么说都随他说。好，那我们再看里面，很奇怪哦，外面讲光复好像只有单独是中华民国的功劳，可是里面投降典礼挂了四个国家的旗子，苏联、美国、中华民国、英国，这只是代表说他是向盟军投降，这 主要的盟军的国家的哈。但是那时候法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就是法国刚真的打回去，刚光复百废待兴，所以没来得及派代表来参加。 好，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大日本帝国右手跟中国打，是打赢了蒋介石这个政权，把蒋介石赶到四川去的哈，他躲在四川的重庆雾都，让日本的飞机没有办法轰炸到他，而且那时候已经谣传，那个蒋介石准备跟日军和谈，但是美国情报单位也得到消息，所以才会邀他们，邀蒋介石说来来，我邀请你来开罗，开那个开罗会议。我把你升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哇！中国人最喜欢面子啊！蒋介石变成世界五大强国的领袖，我这个对他来讲吸引力太大了，所以他后来就真的跟宋美龄去开罗，去开这个开罗会议。可是这是罗斯福的计谋，他就是说要希望蒋介石继续抗日，然后把日军有100多万人的民的日军牵制留在中国的境内，不要让他撤退一半。如果说你和谈以后，日军可以撤一半，大概50万日军可以出来守台湾或者是琉球或者日本本土，那如果美军要反攻回来，美军要死伤非常惨重，所以他就设计这个开罗会议来吸引蒋介石，说你来，我提供美国的装备给你，我提供资金给你，
一些战争的这个物资统统给你，啊、哦，所以，可是大部分的美军的装备物资，那个蒋介石都保留，啊、哦，而且很多钱都是被孔宋家族他们贪污掉了，所以后来才会杜鲁门总统才会说他们一家都是贼。他就是把国家要用的东西收归了他们自己的党派使用，不是用在国家上，所以他一直其实他也是在保留实力，他不要真正去抗战，去跟日军就打的，就是自己的实力消失，他就是准备保留实力，以后要跟那个毛泽东决一死战啊，所以他没有真正在抗日。只要有风声说日军要攻打这个城镇，中华民国的部队都事先都撤走了，他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死伤惨重，又武器又都弄浪费掉了，他要留那些实力，留那些武器来跟毛泽东做最后的死决哈。OK， 我们来看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就在台北跟高雄这两个地方。这是台北市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这是建国南北高架，啊，右边这边它是大安森林公园，你看这个眷村盖的这么漂亮啊，高楼大厦哈，好，然后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也是盖这么漂亮，还有万品的大草坪。一般你看两伊伊拉克战争。他们逃难到邻国去避难的，通通是住联合国的帐篷，有吗？没有再住这么豪华的了，啊！而且他们第一次来，我们是盖那个黑瓦，有吗？讲粗点，哎，黑瓦就像日本房子一样，黑色的屋瓦。然后大概30年，他们就嫌说哇太小了，我们的小孩子长大了要结婚了，不够住了。而且房子老旧危险，哦，然后中华民国很厉害，他就立法单位就立法，建村改建，变了快8000亿台币。第二次盖房子给这些难民住，这就是第二次盖的房子，啊、哦，因为他们说，哦，我们还好，台湾是有我们中华民国国军来保卫台湾，不然台湾会被。共产党学习台湾，哦，讲得很堂皇哎。其实真正保护台湾的是美国，啊，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第七，他所属的第七舰队，啊。1950年韩战爆发以后，杜鲁门总统马上命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围堵共产主义往外扩张，不让中共来打台湾。第二个，也不要让蒋介石反攻大陆，因为蒋介石如果去攻打大陆，那台湾真的会被卷入。台湾被卷入，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如果卷入国共内战，美军也会被拖下水。所以他是两面的，就是。不让双方打仗，所以他在台湾海峡中间在巡弋。那我们回想自己，他们那些老欧啊，应该说新韩籍啊，不要搞用韩籍啊，新韩籍，其实他们说他们很伟大，因为他们都站卫兵防卫台湾，有一些老兵他都住在海防，台湾的整个西海岸在顾台湾的海岸线，怕中国他们登陆打上来。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同样的时间，是我们的父母辈还有阿公阿妈他们是在种田生产出来的稻米来供应这些士兵吃。如果整个台湾的人民是平等的话，政府应该一样都能要照顾，不是只有照顾那些军人，
或者是那些难民，就盖这个难民营给他们住啊。为什么他们要政府要花钱盖两次给他们住，而我们的父母亲、阿公阿妈这一辈，政府从来没有盖一次房子给我们住。我爸爸妈妈房子都是自己盖的，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在抗税，就是以前有切租嘛，就是稻谷租，就是你生产的稻谷都要缴上缴去农会，而且要晒得很干。他经常用一个那个干燥的那个测量的那个针，指针插进出来哦，测一下几度。凹槽就是这样刺进去拉出来，凸啊，对对，嘿，哎，对，他就在测量，哦，你哪行哦？哦，对对，我有研究。咱就爱，咱的许多人就爱拍个打打打，安尼互伊崩。啊，咱家己咧食番薯签，啊，因巧会崩兵工，拢食白米。因弄配给，眷村都有配给，配给个吃不完，还可以去私卖，就亚米哈，日本为工亚米。对。面粉。对，对，北币还有盐米那个油，还有牛肉罐头，美国的那个大罐的牛肉罐头，哦，那个很香啊，我吃过哈。那应该要给我们吃的，结果我们还要，他是美元，我还穿过那个面粉布袋那个。中美合作，那么握手那个面粉当做内裤，当做裤子啦。那时候没有分什么内裤外裤，那件就只有那件啦，而且没有皮带啊。我还想到说，我小学就有人骂我是北伯啊，我生气就跟他打架。啊，我们那时候背书包也是用那个一个布绳啊，给那包起来嘛。那为了要追他，我就把那个。拆开来啊，然后跑去跟他打，因为他拿那个甘蔗打我一挡，甘蔗断掉了，啊，我一用力，哇，裤带也断掉了，裤子掉下来，啊，公的绕裤带去，我没够够啊，啊，所以我们当初都打赤脚啊，根本没有钱买鞋子啊，啊，可是我们那时候大陈岛哈。在顶啊，什么？小时候就已经，我们上一辈的人都讲拉尾，说在顶啊，就是大城一包啊。那是作战群岛大撤退，那些撤退回来，就是政府安排就在我们附近的那个河边哈，那个河川地，然后河川整治以后，他就有新生地，就住在那里。那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会唱一首歌叫。卫生第一条，哦，卫生第一条，在底那死翘翘，哦，我们那时候就很讨厌他，因为自从那一个村庄设立以后，我们那边就经常遭小偷啊，我们养的鸡啊、鸭、鹅啊、火鸡啊，经常被抱走了，他都是晚上来抱走，哦，以前日本同志他们讲说，门不闭户啊，哦，夜不闭户。那所以他们来治安就坏掉了，而且有说去跟那个看我们那个有水龙头哈，一转就有水，他就去五金行去买回就在他的床壁钻洞给他装进去，打开没有水，拿去跟那个五金行吵架，他不晓得那个水管那个水龙头后面要安装水管啊，你看他们水准这么差，而且他们。没有坐过火车的人，哈，来到台湾可以当铁路局的副局长。哦，在中国也没有糖厂，派来台湾通通当制糖会社的糖厂的厂长。然后他
都没事干了、啊，因为他反正他不会，啊、都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那些日本株式会社的员工继续在种甘蔗，啊、哦，在生产蔗糖。然后有一次那个厂长闲得太无聊，都出来外面看，哎，看到那个人家在种甘蔗哈、啊，都把那个枝条放在那个沟底，哦，他就骂，因为他看到长好的通通种在那个谷的上面嘛。他说：“混蛋！”哦，他用的那个他们的中文，都骂说：“你们怎么那么笨？都应该要种在那个谷上面，不是种在沟底、啊。”他不知道他是这样淹水哈、哦，比较好淹，因为水不能跑在这个高高的地方。刚开始是要淹水，让它长根以后冒芽，以后才又用犁把两边的土再盖起来，以后长出来就变成在上面了。他不知道这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而且他们很奇怪 哦，他们说哦，这个日本这些鬼子、哦、真厉害，因为台南有一个盐水，然后他有一个糖厂叫做盐水制糖厂，哦，可以用盐水制糖，好厉害！你看他真的不搞不清楚状况哈，那只是一个地名，原来广告一样。回归正题，好，我们来分析大日本帝国跟现在的新的日本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来看大日本帝国的它的本来的领土范围哈，这些红色的啊，包括韩国、台湾、琉球，还有新南群岛，都是大日本帝国啊的范围。可是现在的新日本就是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哦，还有那个麦克阿瑟把美国的把中那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成日本和平宪法，修改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而且日本不能对外有宣战权，发动战争的权利。哈，好，依据旧金山合约的规定。好，他要遵守以前的波茨坦宣言，日本只能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这四个大岛，还有附属在旁边的一些小岛，琉球托管。台湾被美国委派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哈，可是我们昨天秘书长上课，你看是日本的琼光葵这个代表大日本帝国天皇出来签署之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原来大日本帝国是跟其他51个国家这些同盟国它是敌对的，可是现在那些51个同盟国后来成立联合国。好，那现在新的日本就是只有这四大岛叫做新日本，他加入了联合国，那是不是背叛了天皇？因为他加入敌国了嘛，啊，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他只是一个自治政府，因为整个领土还是日本那些那四大岛还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啊，并没有移转，所以他只是一个自治政府。好，那么。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只能放弃台湾，不能割让台湾？我们来参考辽南奉天缓完这个条约，当初就是本来辽南就是辽东半岛，哈、哦、，OK， 那这个奉天省南边这个辽东半岛这个交完条约哈、哦，它是签约地点在北京，哈、哦，就这么大一个，哈、哦，这个就是当初。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也割让给日本那个天皇，结果有苏联啊，联合德国啊，他们来三国抗议，说你这样是违反国际法，因为辽东半岛它是等于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不能割让，所以才又签订了这个辽南返还条约，把它还回去啊。好，那不割地就赔款啊、哦，他的
第二条款里面，中国约为酬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将库平银3000万两，哦，交予那个日本。你既然不割地，好，那不割地，既然不能割出来，那你就用那个平库银3000万两来赔。好，由这边可以看出，台湾也是因为是已经是日本，因为1945年4月1号。在台湾实施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已经变成依据整个合法的国际的那个条约嘛，那个规范演变成台湾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要签旧金山合约才发现已经割让不出去了，可是已经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台湾了，所以只能用放弃啊，暂时先用放弃的方式等待西太平洋整个稳定下来以后再来处理台湾的问题。好，我们来说 Chinese Taipei 的这个全文的意涵。 Chinese Taipei is only an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not a state, 就是说中国人的台北政权，它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府在台北，那我们就取前面这个 Chinese Taipei，这是 Chinese Taipei 的来源。那中华民国的宣传部门很会宣传，他就给他说是中华台北，是吧？其实他是流亡，整个英文要整句才是，他不是 not a state， 他不是一个国家。好，很多人就是只是被 Chinese Taipei 这样的中华台北啊，就这样带过去的。不知道整个原文是这样的，好比说法国在伦敦，他是流亡到伦敦，也是 French London 一样。那当时二战的时候，韩国也有流亡政府在上海，就 Korean Shanghai 一样，但都是取头尾。而且注意一个，就是说流亡的政府只能在一个都市，你不可以说 Chinese Taiwan， 不可以，也不可以说法国啊 ，France England 英格兰这样的啊。这个昨天讲过了哈。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四条 B 款哈，美国对日本的人民的财产有处分权，包括。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我们来看第四条 B 的哈，日本承认前述第二条与第三条中，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与日本国民的财产有处分权的有效性哈。这就为什么台湾所有日本收缴武器以后，然后每一个日本人只能带1000块日元。还有好像10公斤的东西可以背回去，其他的都要被留下来。然后照讲这些东西留下来应该是交给我们住在岛上的这边的我们本土台湾人，可是通通被收刮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产。好，然后1949年6月15号，好，他用40000块换1块新台币，旧台币40000块换1块新台币，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台湾人通通一样贫穷。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国共内战，可是1945年10月25号蒋介石已经派部队来占领管辖台湾，然后他一直印钞票，等于说用纸，就像用纸、卫生纸这一类的东西，一直印、一直印，印钞票，跟你换实际的东西，安尼有效无？真的是一本万利。好，他一直印纸，用纸跟你换，就像用那个我们在一般台湾人在拜拜那个金，比如印金纸安尼啊，反正些俗俗啊，纸俗俗啊嘛。可是我用这个跟你换这个桌椅啦，换电风扇啦，通通跟你换，什么都跟你换，跟你买米啊，
然后这些米他就运到中国去倒卖，因为那时候中国在国共内战哦，很缺粮食，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然后一直印，后来印太多，台湾人手上有很多都是纸啊。后来变成台湾反而没有米可以吃，买不到米，米一直涨价。因为你再怎么涨，哦，你本来说一斗米1000块，可是明天可能变成2000块，可是他还是继续，中国人还继续印用纸跟你换，所以到后来台湾人要去买一斗米，可能要背一整袋带的钱出去买，哦，所以到后来整个台湾经济快崩盘，所以国民党又赶快又弄了一招，你们钱太多了，好，我现在用40000，你要拿40000块才可以来换一块新台币，这样子，啊，台湾人真的被弄得一穷二白，而且这也是他统治台湾的一个招数。第一个，他让你粮食不足，台湾人就为了顾饱肚子，就每天努力去赚钱、去工作、去生产，你没有时间去叛乱，好，好。第二个。他用钱，因为你只要有钱，你就容易煽动人，哦，反正你来帮我，大家来，我们来抗议，向这个政府抗议，我出游览车也出便当，什么吃喝哦，住行通通来，我来帮你处理，你叫人出来，我真的就会有很多人，反正没事嘛，哈，好，就去台北。其实我常讲那是台北日游啊，民进党经常是在做替国民党做泄压阀的动作，台湾人被马英九折磨得很生气哈，然后气到大家都准备拿武器要跟他对干的时候，民进党就说：“好好，我们来，我们定在哪一天？哦，10月20号，我们到礼拜六哈，我们到凯达格兰大道集合来向马英九抗议。”然后像我以前半夜他一大早就要从屏东出发坐游览车来到凯达格兰大道，因为他一般都定2点开始游行啊，然后晚上6点就演讲什么的。可台湾人去那边哦，一大堆人，又喊口号、呼口号，然后把一些怒气发泄又好，整队准备又回来。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泄压法？你发泄了以后，你就好欢喜啊、感恩啊，搁回来继续做、继续起底。对不对？所以民进党，我常讲他是国民党的安全泄压法，在快爆炸的时候赶快泄压，哦，我们快过了嘛，都旁边有一个那个泄压法，你瓦斯他已经滚了，你忘记把它关小火，他超过那个压力，他就嘘开始喷蒸汽，哦，民进党做那个功能，哦，所以我们经常以前，现在想一想，以前都叫做台北一日游。而且有一次我们回来到桃园，因为晚上了嘛哈，我们要赶着回去，不然到屏东晚上12点都太晚了，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在桃园这边找个民间的休息站吃饭。啊，可是我们那天塞车迟到，结果我们那几个桌哈，原来预定的被别人先占去了，然后我们说哎，那桌是我们订的啊，那个服务员可能是新来的。就看一下名单，再看一下。哦，我给您等一下。那时候，因为去抗议都是年纪比较大，都60几岁，都白头发了。看一下啊，我给您个等一下，那家个那道个家无外久啊。哎，听好，我听着金币条后边，等下红精。好，因为时间关系，好。啊，我们肚子大概也都饿了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下课。下课休困啊，楼卡也当用餐呐。然后请新竹州郭志良先生，郭志良先生，请于饭后到办公室找工作人员拍摄识别证。然后，欸，然后杨武川先生在吗？你的识别证还在这边，请过来领，谢谢。